啊，搁唱一段。好，即马安排一首哈，叫做《半边月》。这段卖唱啊，啥叫半边月？这首歌足好听，就是讲月娘一半呢。就是第二第五哦，走一个新苏联派来宾的打击。哦，这段歌黄色的。不可能。你来赵毅，你来灌黄色的啦！你说没有黄色的，你都直接我拍一片头啊！不可能有啦！你看我的形象，我是乖宝宝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白色的呢？对呀，我纯洁。来宾靠近黄色的，打广告大家真少。看笑话。打中去，你拄只讲迄个，你都有声音，真的是。对不对？没有啦。没有，我看卖，我要相信。不是，我是说主持人卖都在台电工迄个裤的代志啊。对啦，你卖讲裤啦，你是根本都无穿裤哩。我卖卖卖卖卖卖，别给你讲快。原来这歌哦，自从改成卖唱这地啦，那是那这样个啦，是那种。中有，对，中有无？中副歌迄有无？哦，迄段。